品牌奉行极简主义，除了外包装没有多余的花俏设计，内容物更是标榜无香精、无色素、无皂碱，质地呈现透明凝胶状，能轻松产生出细致绵密的泡沫，好洗净不易残留。最后再由保湿大功臣维他命 B5 进行修护，让发丝柔顺不纠结，身体也能保持透亮光泽。由于不过度添加化学物质，因此敏感肌族群不分大人和婴幼儿皆能安心使用。加上适用于各种肤质与发质，只要一瓶便能解决全家大小的身体清洁问题，让人很难不心动。蜜蜂爷爷这款商品培养出众多忠实粉丝，不少家长都是让孩子从婴幼儿洗到国小不间断，讨喜可爱的瓶身上面还有蜂窝造型点缀，光是这番童趣视觉就让人相当具有好感。其味天然弱酸性的不硫类配方，并靠大豆蛋白做到润泽护肤，能舒缓敏感宝宝的肌肤干痒问题。此外，配方经改良后更容易起泡，搭配棉布轻搓便能产生浓密泡沫，而无需担心磨伤肌肤，同时也能当作泡泡浴使用。洗完后所散发出舒服的宝宝香令人难忘，也难怪人气始终居高不下。由于运动后的汗水以及油垢容易阻塞毛孔，因此有不少消费者看中本款商品的洁净力而入手，其优异的成分专为运动者打造，也是德国奥运代表队指定使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本身游泳爱好者，其中的乳酸钠成分能有效洗净皮肤上的残氯，并舒缓泳池氯臭所带来的不适。另一方面，不同于一般运动产品的清新香气，品牌识别度极高的麝香能舒缓身心，是一款男女通用的专门型清洁产品，洗后的洁净感想必能让运动后的心情更加愉悦。此款简约利落的黑色包装不仅塑造出男士的率性形象，瓶身侧边还贴心附有防滑凹槽设计，即使手湿的状态下也能安心拿取。配方由德国护肤实验室所研发，成分富含温和亲肤的微细高岭土，能完全吸附肌肤油脂脏污及异味，进而达到深层清洁，同时也具备不错的控油效果。特别是头发洗后一整天也不易扁塌，随时保持舒爽的自在感。而出众的木质香条更是回购的一大主因，能让全身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绅士般的高雅气息，愉悦的使用体验令人印象深刻。品牌历史横跨美国两个世纪，为当地天然皂的创始者，全系列商品坚持不进行动物实验，且 100% 使用植物成分，并通过美国维根纯素认证。本款融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，打造出全身皆适用的纯天然优质代表作，内容物使用顶级椰子油为基底，再以芦精华加强保湿，肌肤洗后不紧绷且带有舒适的滋润感，清洁力更是不在话下。再者，其香气舒爽淡雅，主要是来自椰子油的自然椰香，混上一点暖调丁香。如本身不喜欢香味太过刺鼻的身体清洁用品，相信会对它的表现感到满意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